以下节目纯粹为娱乐拍摄，并冇涉及金钱，敬请留意。喂，欢迎收睇Poker 852啊，咁啊嚟到 Poker After Dark 第六季嘅时间，咁今次咧，我身边嘅就系 IC Math 啊 Kenneth 咧，就同我一齐做个旁述嘅。Hello， 各位好。咁样咧，今晚呢六个就犀利啦，咁啊有谢柏啦、阿 Roy 啦、Winda 啦、阿 D 哥啦、阿费高同埋阿 Jackson 啦，全部除咗阿 Winda 之外咧，都系港莫超嘅 regular。咁 Winda 都系港莫超 regular。regular 派死人嗰个啊嘛。系啦，你睇佢死样，同埋呢一集我都怀疑系麦当劳赞助啊，几大个麦啲喺后面。喂，而家唔知咩商品说明条例，唔系嗰个咩条例，唔系犯规嘅咩？即系 sell 麦即系广告，系啊系啊，植入广告都嗱，所以阿 Roy 即刻有手遮住佢咯，睇唔到。哦，系啊系啊，睇唔到，隐约现咁样咯。即系想告我，告我唔入嘅，遮住嘅，遮住。喂，我哋不如讲一讲咧，呢六条友，你对佢哋有咩嘅睇法？即系你有冇同佢打过？都好熟，个个礼拜都打咁滞，差唔多。除咗你觉得有啲咩 tendency 啊？一号位嘅谢柏，佢嗰个系个 profiling 系点？谢柏都偏向 tie， 其实呢六个都偏向 tie 啊，系嘛？我觉得系咯。我觉得阿 D 系偏向 tie 啦 ，Jackson 我唔觉得偏向 tie， 特别系 cash game， 真心。即系大帽呢个啦，大帽一望，佢唔知道自己唔梯啫，可能佢以为自己梯咗，咁佢以为自己啲 range 好靓啊，哦，即系先 bluff， 要 bluff 到人先 bluff 到自己，佢以为自己打得好好啊嘛，但佢有冇 range 嘅 concept 啊？其实我怀疑有嘅，有嘅，有嘅，系嘛，系啊，好咁啊，第一铺啊，喺 cut off 位嘅时候，阿 Roy 攞住 King Nine suited 咁啊 open 啦，好正常啊，嗱，呢铺咧呢个咧就系big blind 要俾一个 ante 100蚊嘅 ante 啦。咁依個 hand 有 straddle 添，咁所以咧佢 open 咧550都幾合理啊，會偏向細咗少少都合理嘅，可以即係可以 raise 多啲咯，如果即係 raise frequently 啲咯，如果 raise 細嘅話，咁啊費高喺 big blind 度就一定會 defend 啊。費高得意喎，背景佢就係一個即係財經界嘅一個巨子，一個財俊啦，嗯。咁佢嘅正職就係做財經嗰邊，喺信報有一個專欄嘅，叫做唔知咩財經 One Piece 咁樣。講真，我未睇過。我有睇過一兩次，有時佢會問我啲嘢。哦，睇翻。好，咪 flop 出嚟啊！仲有十咁，但係咧 ，Roy 咧有個 flush draw 喎，咁其實真係 50-50 嚟啊！依個位。嗯。你會點做呢？如果你即係 open 咗嘅話，我會 C-bet 啦，你聽。C-bet size 啱唔啱啊？一線。八。差不多 OK 啊，我覺得、OK。我覺得好合理啊。係啊係啊，咁費高 call 好合理啊。費高 call 就 top pair 就一定要 call 噶啦。會唔會有 raise 嘅餘地咧？冇必要啊，完全。咁人哋 over pair 都得噶嘛。冇錯。咁啊，去到呢一度咁啊 ，river 咁啊，無驚無險咧就唔中個 flush 啊。咁但係turn中一隻狗咧 ，check 我 check OK 喎都。係 check 咗好 OK 啊。係啊係啊，阿 Roy 唔使再打料大個 point。冇錯，因為佢有隻十就有隻十噶啦。係啦，有隻 over 有 over pair 都有 over pair， 係唔需要喐嘅。咁費高 top pair。攞啲 value 都 OK 啊，但呢个位咧我会 snap call 费高，即系我即系会 snap call 一个正常嘅 player 嘅。睇下先，打千二啊，三千，系啊，少三分一，三分一，我系会 snap call 嘅，我系谂都唔会谂就会 call 嘅。对住费高我可能会 call， 对住费高就会 call， 对住费高我会 call， 对正常一个，对住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 call。喂，费哥都系一个正常人，不过就系一个偏向梯嘅正常。系你唔信我，做咩变成蓝精灵嘅？全部啲样突然间变咗阿凡达喎，啲人系好似阿凡达多啊！你解释下我哋头先讲点解对正常人会 call 好嘛？因为佢可以好多 bluff 啊嘛，即系好多 high card fold 你一枪，跟住见到 turn 唔打 river 咪 bluff 咯。冇错，亦都有好多 flush draw 嘅，其实系啦。虽然佢 block 嗰两只。但係都有啲蛇座噶嘛，你70有啲八九啊，即係都有好多牌贏嘅。你打三分一係必須要 snap 過，係啦。但係費高基本上就一定係十嚟。但係翻轉頭嚟講，如果費高你係十嘅，你係一定會攞 value 啊嘛。係啦，一定會打，但係因為你知道對手其實都可以打大少少嘅，因為 check 個 turn 咧，即係可以打大。但係我諗費高個腦嚟諗，哎呀，如果佢係 Queen 十嘅，我咪輸咯咁咯。
咁佢又会好多鱼，一废哥我都即系跟咗佢好耐啦，系即系好多好多理由，人哋有牌，人哋有牌好多理由啊。即系总之个 bot 有啲咩，人哋就有啲咩咯。即系佢系嗰啲即系受害妄想症嗰啲 friend 嚟。好啊 ，D 一 cut off 到啊，完全 out of line 咁样 open 咗个倾六书籍啊。倾六书籍唔系唔可以 open， 不过你个 post flop 要好有计划先可以啦。button open 会好啲咯。即系争一个位置都勉强 OK 嘅，但系我 razor 太细啦，真系太细啦呢个。250真系太细。系啊，佢哋可能真系有少少 tournament 嘅系啦嘅心理喺度。但系因为个后边个 effective 好多嘛，咁你平普遍嘅 cash jam 你都有100个 BB effective 啦，唔系30个 BB 咁你 2.5x， 咁所以真系太细。呢样嘢亦都系即系可以同观众讲讲，其实。在我眼中，即係成日都問我啦 ，tournament 同 cash 有咩分別啊？其實就是 effective stack 嘅。係啦，因為你 tournament 你去到最後可能得翻廿幾個，已經好算 deep 噶啦。算 deep 噶啦 ，cheap 啲啦 ，cheap 啲打咁滯啦，廿幾個 BB。咁你但係 cash game 你不斷長時間100個 BB， 係啊，不斷補血噶嘛。好咁啊，一 flop 出嚟啊 ，Asus 就繼續 hold 啦。咁啊 ，D 總嘅 top pair 亦都係唔會走噶。係啊，點都 call 槍先啦。咁 Jackson 其實頭先 Ace 哦 sorry 咁樣 unlucky 啊 Jackson。咁啊，睇下佢啲輸幾多啊？呢個佢 preflop three bet 咗之後咧，其實一定要 C bet 嘅，係冇錯，因為佢會中好多 king 嘅，係對手會有中好多 king。咁呢個位我都會打得幾大，其實即係佢出 aces， 唔係即係個 turn 啊，我會打大 aces 啊嘛，你話係啊係啊，我都會啊，我唔會打咁細啊，但係佢可能又驚，哎呀，如果係 king 六咁點算嗰啲咯，又係咁，如果對手係咁咁，因為佢 call 到個 flop 都好大機會會講啲嗱 flush draw。蛇座或者中翼傾都未必會走個 turn， 太多嘢。我反而想問，其實就係阿 D 其實喺個 turn 頭應該 raise 啊？應該啊，因為佢應該打兩槍咧，佢好撚實啊。係啊，可以 target 好多。哇，仲要 river check check 咩事 ？river check check 阿 D 驚人哋有隻狗啊嘛。啊，去邊度飛只狗出嚟啊？我點知啊？如果喺個 pivot 飛咩嘅？夠咗啦。即係每一佢，我諗佢係心。咁合理嘅，其实呢个问题系，但系阿 D 可能个谂法就系、是，佢觉得倾六已经做晒个历史使命，唔系啊嘛，即系难得你倾六入到去 crack two pair， 你对 A 倾 AA 乜柒都唔会 call 啦，都 call off 你啦，系咯，即系 Viva 点都打啲啦，其实 turn 点都要 raise 啊 ，turn 系一定要 raise， 但系 turn raise 咗就 Viva 冇得打，我觉得。即系 call 咗啊！即系如果 turn call 咗你系啊 ，river 可能就反而冇打得咁。我唔 call three bet， 你净系真系净系输倾十啫。你倾十可能又喐翻佢啦，即系都未必可能 call 个 turn。咁明白。倾倾又喐佢。好，阿 D 又有牌。十十，今次 raise 大啲，因为副牌大咗。同埋离开咗 button 远咗，咁就要 raise 晒。我唔知佢点，但系呢 hand 系佢 raise 晒咗 ，raise 到三 x 哦。都其实三 x 系好合理嘅，系啦，系啦，即系3.3x 啊，哇，超咗啊！哦 ，Jackson 点会超啫？但系又唔系好差嘅，即系你见到啲king六 suit 咁样走，即系 raise 嚟。OK 啊 ，OK， 好呢个 button。three bet 咗，但系就中咗只六，咁应该系悲剧会开始啦，系嘛？又好悲剧，应该系悲剧啦，会唔会咧？你中咗只六，以为自己好威嘛？即系 top pair。呢 hand 我真系唔打，因为我就一定唔打。系啊，佢你六 pair， 因为其实你 wrap 紧两只 overcard 嘅，即系你有 overcard 嘅机会大好多。人哋都可以 over pair 噶嘛？但我会 no， 我会咁谂嘅就系、是、如果因為你係一個 three bet 啊嘛，係，咁你個 range advantage 話俾你，即係話其實我 overcard 嘅機會好大，偏向大啦，係啊，咁你係喺個 turn 度可以 wrap 好多嘢咯，係啊，可以 wrap 好多嘢，係，對手如果有兩隻 overcard 亦都會 call 你噶啦，係啊係啊，咁所以你最好 vulnerable， 因為你跌啲咩牌出嚟你都唔知道邊佢中咗邊一隻，係啊，所以我覺得 check 個 flop 係好合理嘅，我會 check 啊啲，同諗咩咧阿 D？系咯，谂紧 raise 唔 raise 啫，我谂。但系佢好亲切啊，笑得好似好惊。佢问 Zeta 点啊？Zeta 话我唔 bad 咯。如果你问 Zeta， 多数都话 bad。真系谂紧咩咧？呢、這个 raise 啊，点？哇哇，咩料啊？
唔明啊！我真系唔明喎。啲人收只六咁啊，咁啊 D 就咁啊，你梗系中 set 啦，六六啊咁。点解十十可以 P？ 咁但系头先佢倾六，佢又唔 fold。系啊，所以但系即系 top pair 就唔 fold，over pair 就 fold。要 fold， 咁唔 make sense 嘅。真系唔 make sense 喎？点解真系完全一要问翻阿 D 啊？其实要问翻阿 D 点解会 fold 嘅手牌？完全是冇可能。即係嗰個觀眾你睇嘅時候就一定唔可以 fold 啦呢個位，甚至乎要 raise。即係你睇唔到人牌都冇可能 fold 啊！啊 raise 可能都比較又比較。唔使咪係咁 call 佢咯。call 咯係可以、啊、可以 check call 三張嗰度。係啊，即係唔知點解啊？迷團嚟咯。好，咁啊馬騮仔有牌啊，八六 suited 啊，全 open 啦、啊。馬騮仔、啊、全香港三大戇鳩 pair 啊！我覺得好唔尊重佢，我好唔尊重另外嗰兩個，佢一定係 number one 啦。其實我到而家都揾唔到另外嗰兩個係邊兩個，係嘛？係啊，就係佢咯。好咁啊 ，D 攞住 Ace King off， 咁啊 cut off 位度選擇咗 three bet， 亦都好合理，個 sizing 比較細啊，大翻少少啊 ，D 求下你啦，即係可以大翻。係咯，後面咁多人，同埋 Ace King 咁靚，可以即係攞好多 value 翻嚟嘅。係啊。Window 應該冇 folding button 噶啦，依度呢度講真的，加五百點都要 call 住先啦，係完全冇，即係乜嘢都要 call 入去 back 睇咯，係咯先 block 出嚟啊！有隻煙咁啊 ，top pair top kick 啊 ，TPTK 啊，咁啊 ，Window 就中咗個 bottom pair， 咁啊 check 啦，好合理啊！有哇，已經有 check 哇，哇哦，咁而家 pick up 咗 flush draw 咧 ，slow pay 依個可能 slow pay 嘅。好啦 ，Window 谂紧咩咧 ？Window 谂紧咧，阿 D 系惊只烟啊，系啦，即系可能系 King King Queen Queen 嗰啲嘢啦，系我系 King Queen 啊嗰啲咁啦，即系我都会选择打呢个 turn， 因为佢有个 flush draw 其实 OK 嘅，系啊系啊，即系不过要阿 D 咧唔系一个咁互喐翻嚟转头嘅咧，你系 protect 咗你自己 equity 嘅，系即系如果但系即刻 mean race 咗，即系又系讲笑价咁啦。你明即系喺我眼中，如果對手係唔係好 passive 啲啦 ，passive 啲嘅話，你可以 bet 多少少，冇錯，你可以仲 protect 到自己 equity。係，咁佢其實係 passive 嘅，因為佢 raise 得咁細，等於唔 raise 啊嘛。哇！即刻中咗 bet 多啊！咁啊，仲開心啦！咁呢個位嗱，而家 pot 有3450啦。你如果打少過2200咧，我就切咗你條 jaw 啊 ，Window。呢個位其實應該 over pot 一鳩對啦。但係即係佢哋又會諗啲神怪嘢噶嘛。少過2200我會切佢條 jack， 即係三分二 pot 係 minimum。minimum pot 啦，起碼打3000我都。因為佢 turn re-raise 喎，我好 strong 哇，隨時 A 九 A 十，三千都做到下嘢。做到下嘢啊！阿 D 封唔封到咧？三大 player E hand 打得幾好啊！封唔封到啊？封唔封到？應該封唔到，其實應該封唔到。你封唔封到？诶，第一次你唔会咁打啦，但系即系假设 S play 嗰位封唔到 ，S play 我应该会 fold， 真系，人哋用咩 call 你个 turn 咯，哦，咁啊 call， 系嘛，即系你 mean kick 人哋，虽然好戇鳩嘅，然之后即系你 call 人哋 call 你个 turn 都好难系 one pair， 然之后你 A queen A 即唔会咁样 bluff 啊嘛，都啱嘅，好，我哋停一停先好冇，睇一睇阿 Nicky 哥个教学先啊。喂 ，hello 啊，又系我 Nicky 哥啊，仲有我身边嘅呢个雷超啊，今日雷超会教我啲乜嘢咧？今日咧想讲下咧，一啲 draw 嘅唔同嘅勾数啦，同埋应该有啲咩考虑嘅因素咯。系啦，咁我记得咧，上次雷超你好似教过我有另外一个计 draw 嘅嗰啲几多勾嘅方法啦，同埋有计教过我 draw 蛇啊 draw 花嘅嗰啲唔同计法。即系 combo draw 啦，上次讲过好多勾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啦。咁啊，今次呢个会系咩 draw 咧？净系得单一嘅 draw 嘅啫。咁啊，單一嘅 draw 咧，最多勾嘅 draw 係咩 draw 咧？知唔知？最多勾啊！哇，依家諗爆頭喎，52隻牌咁樣，如果突然之間撇咗3隻牌 flop 出嚟嘅話，我應該有排數噶啦。如果得一種 draw 嘅話咧，最多勾嘅 draw 咧，應該係花 draw 嘅。嗯，花 draw 知唔知幾多勾啊？通常都花 draw， 如果我自己攞住兩隻，再揀埋出面唔係喎 draw 嘅話，咁即係出面出咗兩隻啦。係啦。嗱，13隻減4隻，咁即係9隻啊！啱曬喎，加減數啱曬。
數 OK 係嘛？係啊，一般都係九個歐嘅，即係除非俾人 block 咗一隻啦。咁呢個已經係最多嘅歐數嚟。但你唔會知道人哋 block 咗你一隻噶嘛？咁但係你知唔知都好，咁係唔影響你嘅決定㗎嘛？咁啊，另外咧，除咗花draw之外，亦都有蛇draw啦。蛇draw咧有兩種嘅歐數，八個歐同四個歐喎。八個歐，八個歐。點樣可以有八個歐啊？嗱，四個歐嘅話，好明顯就係得你就係卡窿嗰一隻嘅啫。就係卡，冇咗卡窿嗰一隻啦，就係。咁你講緊嘅嗰樣嘢，如果八個嘅話，咁樣乘翻上去，咁即係佢係兩邊卡窿啦。兩邊卡窿啦，或者兩想兩頭蛇咯。啊！係啊，即係總結一下就係兩頭蛇啦，或者所謂嘅 double 卡窿，裝緊兩個卡窿咧，就係八個歐啦，一個卡窿就係四個歐。啊 ，double 卡窿。英文是叫咩咧？其實一個卡窿啦，即係我哋打麻雀嘅術語啦，就係卡窿啦。其實英文係叫 gut shot 嘅。gut shot 就係一個卡窿。咁換言之，咁即係 double 啦，係嘛？冇錯 ，double gut shot 咁樣就係兩個卡窿咁樣嘅講法啦。有冇啲經典嘅牌可以係講一講？如果係 double gut 嘅話，會係有啲咩嘢情況會係？你可以即時可以話到俾我哋嘅族友們知道咧。可以啊，例如話你想象一下個 flop 係煙淚白啦。煙淚白係。咁我哋如果揸住即十嘅話，完全唔關事嘅煙淚白三隻開出嚟。冇錯。我會覺得嗰三隻係唔關事嘅。係啦，咁如果我哋手上面有即十嘅話咧，啊，咁我哋中咩個turn中咩牌可以中條蛇啊？嗱。即十咁即係楞住咗只驢啦，咁即十驢咁即係要吉只九，因為有隻八喺度嘛。吉只九就係下邊嗰條蛇。下路嗰條蛇啦。啊，如果吉咗只King嘅話咧，就係上路啦。冇錯，呢個就係 double gut shot 啦。冇錯啦，咁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咧？如果呢個唔明嘅話，大家要鑽研一下喎。如果咁樣嘅情況底下，應該點樣處理呢？其實點解想講？因為首先幾種嘅 draw 咧，就係因為唔同嘅 draw 其實應該有唔同嘅諗法，應該點樣打算去打噶。咁首先有講 gut shot 啦，其實都四個歐嘅啫。如果喺個 flop 度，我哋淨係得一個 gut shot 啫，冇其他嘅希望嘅話咧，如果我哋嘗試去 draw 嘅話，其實我哋只得十幾個 percent 嘅機會去中個 gut shot 嘅啫。哇！咁換言之嘅話，十幾個 percent 嘅話，咁真係都幾難去中到嘅喎。幾難中㗎，所以如果人哋打個正常啲嘅數目嘅話，我哋一般嚟講都唔會有足夠嘅 odds 去 call 噶。所以咧呢個係都可以話係冒住幾大嘅風險去做呢個行動啊嘛。係啊 ，call 嘅話。咁另外兩種嘅 draw 另外幾種嘅 draw 啦，八歐九歐啦，咁其實。雖然佢哋嘅中嘅機會率都係差唔多八歐九歐，約莫都係30%啦。但係咧，其實佢哋真係各有千秋，有啲係好過其他嘅。咦？咁如果咁樣數嘅話，邊一個 draw 咧會係相對嚟講係會比較符合常理，同埋會係比較上係你會建議你覺得係會比較係好少少嘅一個 draw 咧？嗱，其實咧。花draw咧同埋 double gut shot 咧，一般嚟講都會比 open end 好啲噶。咁有兩個，其實有幾個原因。咁花draw嘅好處係咧，當你中，如果台面同時有花draw同埋有蛇draw嘅話咧，咁有啲人就可能做一樣好戇居嘅，有時我哋喺張台度都笑住講嘅花面draw蛇啦。其實係一件好戇居嘅事，有時你中牌嚟輸多，再輸多啲錢啦，咁所以。這個是很不建議的，所以我們中，因為花大過蛇的關係，所以其實花draw是比蛇draw有利的。另外一樣呢，為什麼我提到 double gut shot 會比 open end 好呢？就是其實呢，如果你的對手留意力專注力高一點，又或者其實打很多時打這些小 game， 很多人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很多人有所謂的被害妄想症。被害妄想症這件事呢，我就經常性會聽這些朋友說，很多會玩開小 game 的一些朋友仔，他們不懂處理這件事，經常覺得呢是有吉不是有吉的，覺得啲人即總之呢就很危險，覺得自己的處境永遠都是處於一個即總之他那個玩家永遠都是處於一個崩緊的狀態玩咯。係啊，咁其實 open end 咧好好，即係幾好 draw。頭先都我講啦，30%都唔係好壞啦。咁但係咧，好對住好大部分嘅對手都會好提防啊。你想象一下，例如話 flop 有八九啦，例如二八九咁樣啦。如果 turn 嚟只七嘅話咧，
其實我諗大部分嘅對手都會有所提防，會覺得蛇座可能 open end 蛇座，因為已經楞埋曬啦嘛。係啦，好黐啲牌係好黐埋嘅。咁但係咧，頭先講嗰個例子煙淚八啲牌都幾遠嘅。跟住咧到你中嚟九或者傾嘅時候咧。可能他哋係冇咁提防，因為望落去咧，好似唔係咁關事咁喎。唔係好黐埋啫，但你又真係中咗。咁打撲克其中一樣最好嘅事就係你中咗，人哋又唔知道又唔提防啦。唔覺鬼鬼祟祟咁樣咧，就係最好噶啦。係啊，所以講咧，唔同嘅 draw 咧，其實係唔單止啊有唔同嘅 out 同埋唔同中嘅機會率啦。其實佢哋嘅明顯程度咧。亦都係各有高低嘅，咁所以咧，啱啱講 double gut shot， 可能好多人都聽都未聽過呢個詞語添，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好好應該去多多留意呢啲機會嘅一種一個牌型嚟嘅。所以大家要鑽研一下點樣玩呢個 double gut shot 啦。好，翻翻嚟咁，頭先阿 Nicky 哥跟住阿雷超學嘢啦，咁啊希望大家屋企嘅觀眾啊可以學到啲嘢。咁啊翻翻嚟呢六條友嗰度啊，咁啊暫時。都好似贏緊嘅，應該係邊個贏緊咧？我都唔知邊個贏。睇唔到，好似 Winda 好多，我見到 Winda 好多，阿 Roy 好似冇乜咁喎。係咯 ，Roy 點解冇乜咧？係咪頭先嗰啲？係咯，可能唔係佢隻手嗰度揸住大 chip 啫嘛。都係黃色啫喎。哇，有 Aces 嘅。哇，又有牌，唔怪之今日冇挑啊。咁多牌。其實佢就係出咗名三大最挑嘅 player， 唔係最戇鳩嘅 player。其實我見過更加戇鳩嘅 player。咁係啊，係啊。喺 Jackson 呢個戇鳩啊，唔係呢個 player 咧就Queen Jack suited 喺 button， 又 raise 啦，係咪先？嗱，呢個 sizing OK 嘅三倍。OK， 但係呢 hand 我唔會揀 raise， 一定唔會咯。係啦，因為 Jack Queen suit post flop 太好打啦。係啦，同埋咁靚，唔好嘥咗佢。係啦。又不介意 multi way， 即系唔介意細狼大文 call 埋入嚟。如果我是 Winda， 我一定會 fall back 啊！呢個 spot 係啦，絕對會啊！因為 Jackson 會 call off 好多啲廢牌，冇錯，真係會咯。係咁 ，Winda， 你會打幾大啊？呢、這個 fall back 呢個我會睇先啊，佢 raise 到900要打到2100咁咯。係啊，啲大咗少少咯，三 X 大咗少少咯，2100到係2100到啦，我會。2100-2300咯，咁對住 Jackson 都 OK 嘅，如果三 X， 因為佢 call 硬喎。咁如果 call 硬嘅就應該十 X 啦。咁十 X 佢真係 call 唔到，你懶係 reasonable 三 X 嗰啲佢 call 硬噶嘛？唔係，即係我想喐一喐你啲預備啫。如果假設佢 call 硬嘅就 call in 啦，又唔係 call 硬嘅。好，仲有 middle pair Jackson 會 stack off 啦，希望咁就會有嘢睇啦，好笑啦。Aces 繼續大領先喺呢個位置，咁啊，亦都阿 Jackson 有一個 backdoor flush draw， 有機會 runner runner， 咁佢應該 give up。four bet 完呢個位置 ，AA 會唔會有啲危險啊？其實有少少嘅。係啊係啊，因為有 pocket jacks 咯，但係冇 pocket kings 咯，好難。pocket kings 咯，冇噶。係咩？冇，真係冇。five bet 咗你啦 ，Jackson 喎。Jackson 係啊，我會 call king 啊。系嘛？系啊，怪之你成日俾人 crack 啦。我咩？即系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range 系 five back 嘅嗰度。我嘅倾势嘅，唔系倾倾咯，倾倾我会拣啲鸡啲嘅。系啊，拣啲鸡啲系。咁因为倾倾会 five back 咧，即系会打走好多 behind hand 嘅，即系例如积积咯。系嘅，系嘅。系啊。但系去到呢度嘅话，咁啊好，我而家睇住牌就好容易睇啦，咁好容易知啦，就系。个 flop 系咪打咗啊？好似打咗啊，打咗 call 咗噶啦。我出只三仲靓啊，对于 Winda 嚟讲系冇得输噶啦。哇！你成份上啊，即刻成份上9200啊，即系啱啱即系 half pot 啦，唔系pot 嚟啊 pot 咯 pot 咯，即系八成 pot 啦。搏佢 call 咯，冇得 call 咯。搏佢 A king 咯，搏佢 A king 咯，搏佢 kings 咯，即系输得崩裂啲咯。我谂搏佢 A king 嘅。应该冇乜牌会咁样打啦，即系可以 three bet 即系 flat 你个 four bet， 其实 king jack 都可能系嘅，但 king jack 真系唔会 flat 个 four bet 嘅，其实系啊，冇错，即系你会挣扎 five bet 咯，系啊，但系 Jackson queen jack 都 call 咗，咁 is Jackson 系咪先 ？Jackson 有佢自己一套嗱，佢而家几喂呢个位置你会点处理 AA 咧个 turn 度？个 turn 度我会再打，但系唔会打咁，系啊，但可以打细啲，即系 stuck in 佢，冇错。
咁佢 river 就一定要 call 你啦。系啦，即系打个好细好细嘅数咧。因为 pair up 咗个 ball 咧，其实你好舒服嘅。系啊，冇错。好舒服嘅，即系你 counterfeit 咗好多 two 多，即系 king queen 出只 queen， 都唔系都惊积积累累嘅。惊少少咯，惊少少惊啊！咁 set 都要 pay， 都冇啦。即系你又要 take 呢个 risk 嘅，系啦，有少少 risk 嘅。pair up 咗个 ball 对你嚟讲系绝对 favorable 嘅。系啊，系。咁所以我就唔会 jam 噶啦嗰度。我会打细细地 prepare 个 river 去 jam 咯。冇错 ，set up 咗个 river jam 啦。系。咁而家再嚟啊，谢柏一铺都冇玩过啊！你系咪喺度等嘅？阿 Roy 都系。阿 Roy 但系少咗 chips 喎。可能头先 Nicky 哥嗰阵又输咗铺倾倾啦。倾倾就系啦，因为冇 five bet free 啊。好，费哥亦都系冇喐啊！费哥赢咗个铺之后咧系冇喐啊！佢第一铺咪输咯 ，Roy。第一铺输俾费高哦，咁好少啫嗰度，都几千啦，系都几千啦。好 ，Jackson 有牌啊 ，A 八咁啊中咗只 Ace， 马骝仔系乜都冇啊，系 complete air， 咁啊冲出嚟打 C bet 都 OK 啊，呢个波一定要 C bet 啦，系啊，因为对咗 button 唔系对咗大盲咁，系啊，佢有好大嘅 range advantage 喺呢度，系啊。咁但系就去到呢一度咧，就呢只就焗住 check 佢啦，系啊，焗住 give up 啦，一定要 give up 啦。River 嚟啊七，咁亦都系完全冇帮助对任何人。如果系 Jackson 嘅，我会冲翻出嚟打一个细细地嘅，其实 River 完全 OK 嘅，可以打个细细。因为 check 当然系 default 嘅 line， 我 check call 都 OK 嘅 ，check 系 default 啦，但系打细细地亦都。block block 地都唔係咁差，我有啲擔心就係你 check call 嘅話 ，Winda 打大力少少嘅，你 call 得好辛苦啫。因為呢個 point 得好細個 point 啊嘛，咁佢打一大極有限。哇，幾型啊 ，Winda， 扮 high 力嘅 boss 啊！其實掹咗佢算啦。唔係啊 ，Winda 要話俾你知，我識 bluff 噶咁咯。我唔係香港十大 on go players， 我只係首位啊。即系点解要 show 我真系唔明白。呢排我同你打得多咗啲 cash game 啦，打啲好细嘅 cash game 啦。系啊，有冇留意到其实我系唔识打好细嘅 cash game？ 因为会多加多 buff 啲人系冇 full equity 咯。零啊，系啊，因为就系好似头先咁个 pot 细细地，系咪都 call 住先啦？冇错冇错。其实即系我成日用 big blind 嚟当个 unit 嚟谂咧，其实喺细 game 系唔得嘅，系要谂个 normal amount。系啊系啊，即系几百蚊佢哋承受得起啦。冇错。系啊。但系你如果我谂，哇几百蚊嗰个廿几个 BB 噶咯，对我嚟讲好多噶嘛，即系我谂法错咗。你用 BB 嘅话就好多，哇好大力噶呢一掌。咁佢哋咪大力输咗咪 rebuy 咯，系都系五百蚊啫 ，OK 嘅。饮杯嘢都唔止啦，嗰类啦，系啦。好 ，Winda 继续啊，喂佢好嘅 active 今日有 open 喎，系可能 on 跳你唔知啊。系嘛？佢知喎，睇到个样，佢按跳就会买一万噶啦嘛。啊，系啊，系啊，佢按跳会买一千个 B， 买一千个 B B 喎，成张台咁多，跟住慢慢分俾人咯。就系你咪要，系系攞啲，因为佢其实知死嘅，佢惊嘅其实买咁多嘅时候。但我未试过一次咧，佢跳咗之后买一千个 B B 咧，我 top up 重试 top 一千个 B B。如果咁样，佢就即刻惊啦。系啦，佢就会即刻惊。我同你咧，即刻诶，咁我哋都 top up 咯。咁佢就即刻咬底，佢就唔会 open 任何牌啦。啊，讲翻呢手牌先啊，三个都 pick up 咗个 flush draw， 咁啊，竟然系唔系 Jason Winder，Jason 系 gut shot 嚟啊。诶，佢都系 flush draw 不过，唔系街砖六，街砖嚟。哦 ，sorry， 佢有个 gut shot 啊。咁但系 Winder 而家竟然系最靓嘅 flush draw， 同埋有只八，系基本上甩咗啊呢位。借法咁样 check 落去唔系办法啊。啊，点望住边个咧？点解烟五啊 call 个 gut shot？ 系啊系啊。其实二四八呢个 board 个 flop 应该搞佢啦，冇搞咩有搞系嘛？咪 call call 诶，但系应该 raise 佢嘛 ？Winder 系啊 ，C back 跟住 call call。好 ，River 最后就 Winder 中一只八，咁就应该成功 take down 啦。咁啊 ，Jackson 应该会 check 啦，因为七六真系完全冇任何原因要 bet 啊，真系 check 咗啦。谢柏可以 bluff 噶，可以 bluff 喎呢度。系啊系啊，佢未加 call， 绝对可以 bluff， 但系佢应该冇 bluff， 系又 check 埋，跟住呢个又谂，呢个其实冇得打嘅，有 show down， 一定冇得打嘅，系咯，一定点解唔 call 得你都爆？但系佢要谂咯，佢要多啲 air time， 我谂佢想即系
想点啦、啊？个镜头，唉、哎，大声啦，大声啦，做啦，咁啊，又收埋啲垃圾啦，恶咗麦啦，系真系屈咗啦。A 晒好似阿苏喎，真苏 show both 佢话好串咁样，哎，我唔系，我大过你吓。呢个 spot 系一定 check river， 系一定 check river， 冇原因要打，零原因。因为二四八其实个 flop 好啱细盲大盲去 raise， 冇错，同埋佢哋有个 gut shot 咧，系啊，所以 check 得啱嘅阿 Winda river， 咪俾你好好彩咁中一只八，好多嘢讲嗰啲。好开心咁啊！佢好似乜事啊你？系好咁啊，睇下先啦。哎 ，Winda 竟然系赢家啊！赢家咁啊，暂时 lead 紧9400啦。费高打完第一手牌之后冇喐过啦，赢嘅3700。阿 Roy 由头到尾就系就系输咗第一铺牌啦。咁之后就一路咁 Jack 成大输家啦，因为佢 unlucky 咯 ，unlucky， 因为佢话晒赢过五次广播超，应该唔会咁差嘅。下礼拜啊，呢六条友继续翻嚟同大家做扑街 After Dark。OK， 拜拜。